来，旋转的那面带哪样？是不是公司繁忙，人真了先生？小姐，你是伫咧甲我生气是哦？你改名表了？你伫拢将我当作是犯难的姐妹，这一遍，现在那真正咧共生气啦！你甲小华讲啥物？甲我是姐妹情，你分明是把我难堪嘛！小华为着你一句话，你去我人家旧账不清，我差一点仔就无法当脱身。小姐，人拢嘛是为着你好，为着要让你甲洪夫龙早日成婚。你早一日改装，不愿农夫妻，早一日抱孙啊！你哪能当担心遐尼济？老应都娶过门啊！你家两个老无孙通抱。哎呀，其实洪武龙也无甲老应叫冤枉啊啦。你哪会知？是老应叫亲嘴甲我讲的啊，冷笑话。还阁一心一意伫咧等你。龙小芳，拜见皇上。平心，谢皇上。皇上，你昨暝是拢无睏是？二姐，你为何哪会知影？你敢毋是家己自言自语，讲什么伊人误我两小梦吗？伊人分明就是命令君。皇上，你还阁要唬人？你敢还阁要讲你对明丽君无私心是？点去！Thank you.
再讲啊，以后丁的代志，你就较莫管嘞。客兵娘娘，国姑求见。结婚，我要哪会袂答应呢？娘娘，那安尼就请你进去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见母后，你踮这所在等我一下。是。害你费这么大的苦心，母后，你先今仔日来安尼做，一来是为着手足之情，二来也是为着皇上啊。哦，皇上一向风流盛世，现在又搁去爱着明丽君，不分日夜，拢去守咧明丽君迄张画像，胡思乱想。而且有几啊摆，皇上拢找机会要去戏弄明丽君，碰去予李神看到，若是搁再继续安尼落去，是会惹出代志。这凤仪伊也实在真放荡，所以李神才来召请武曜下旨，明丽明堂脱遐严看。这，李神。母后，李神有一个办法，设计西番，情有美酒进国，名叫玉皇村，强烈无比。李神要命宫里赐饮三杯，接待醉三天。母后，你可下旨，明帝明堂进宫为观音像，然后数酒三杯。然后，伊若是酒醉了后，你才命宫女脱遐严看。袂用嘞，袂用嘞。母后，拄只李神有看到皇后，甲国舅两个人伫个花园中相遇，我着知影讲因无存啥物好心，可能无毋着，想袂到你竟然会想出即款个毒计，皇上。
信妾只是想要验看李明堂是男或者是女，这哪有算什么毒计呢？莫非皇上，你是惊李明堂献出女子之身，就爱有鬼五皇有家，皇上，你就失去梦想，对无？哼，不管安怎讲，朕不准任何人对李庆义不利嘛！大胆！不孝，哎，家已经同意，皇后所造脱下之事，什么人敢阻止？不孝，李庆，因那是五条的功臣，万一有差错，你如何是好呢？不孝，皇上若是阻止此事，分明就是存有私心。你免在不孝面头前黑白讲，朕倒位啊在有私心嘛？若无私心，就不应该踮咧上林苑强向李庆认死喜人。这是朕敬重先生，哪会用算有私心嘛？哦，那呢？天龙观之事，皇上你也是敬重先生咯。你好啊好啊，免阁在咧争论，这项代志就安尼决定。若有啥物人敢走漏消息，哀家绝对唔饶伊。以上，你就传哀家的意志，命李庆本月十五日进宫，为哀家为观音像。遵旨。海伦兄大人，多谢娘娘。找一个所在避起来，等候宫里若是脱下内上的手的，伊会交予你。这是唯一的好机会，你千万唔通错过啊！是是是。聪明人，唔通阁话啊！你赶紧回府去。这是太后的旨意，臣怎敢不遵呢？哎呀，不要紧，不由那问。朕才甲讲，庆历临时得着疾病，倒转府来医治，安尼就好啊嘛。皇上金口，你那恁舅妈讲，
先得到疾病呢。哎呀，丁不是在咒骂你，丁是为着你好呢。皇上，是不是应将话讲较清楚一点？这，母后又吩咐过，丁变哪敢泄露消息的？这，哎呀，李卿。观音像虽然画好了，啊，不过毕竟经过太后奉母遗难，是要甲怎甲贤珠出宫呢？你，哎呀，太后陪宫。见过母后，免礼，拜见太后、皇后。平心，皇上，你是什么时阵来的？顶拄啊才来尔。凤梨，哀家有旨，不应准来搅扰礼卿，是安怎哩？无要遵哀家的旨意。你是唔敢，你是是听讲礼卿已经画好啊，唔则所以过来甲看卖哩啦。哦。已经画好啊！太后，请看。好，实在画得真好。啊，那画得真好，丽娟啊，无事啊，紧出宫去啊。等者，母后，丽娟为观音像真辛苦，应该数酒三杯啊。来呀，停酒。太后，
感动呢。袂轻，你唔免提示，这是甜酒，香味可口，啊，味又郁金香一般，轻可探温饮用。多谢太后。等，皇兄，皇儿，你是有话要讲是？无啦，你先是担心讲丽卿不胜酒力，要叫伊减饮一杯啊啦。哦，多谢皇上关心，三杯甜酒应该是无甚物妨碍，臣敬领。